真迹何复？谢灯便安。故愿能行佛之所行。啊，法藏菩萨看到了，诸佛如来啊，对一切众生等同，等是平等。啊，就像父母爱护他的独生子一样，那么样的用心，啊，那么样的哀悯，佛对于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平等，一视同仁，没有丝毫分别。啊，完全看众生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来帮助你啊。啊，看善根福德因缘，这叫契机。啊，等同这是契理。啊，为什么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一个自性，这平等的。啊，所以等同啊。故愿能行佛之所行。法藏如是，我们要学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以为我们跟佛的距离太远，是不是真太远？真的太远。怎么太远呢？因为你以为它太远就太远了，你以为它很近它就近了，根本没有缘尽呐，完全在自己的用心呐，这就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如果常想到佛跟我很近，佛天天在我身边，没有离开我，啊，这个念头好啊，这个念头成佛很快啊。常常想着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，那我哪一天才能看到？你这一辈子没指望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把阿弥陀佛送到十万亿佛国度那边去了。啊，十万亿佛国度不离当初啊。就在此时此地，你看多么亲切啊。啊，所以能行佛之所行，法藏菩萨能，我们也能啊。啊，念念为众生的利益，不要为自己，尽心尽力去做这些好事，啊，别人欢喜，我们做；别人不欢喜，他没有见到，那我们要不要做呢？我们要做。不能说他不欢喜，他排斥，他拒绝，怎么的想方设法也要做。啊，非不得已的时候，啊，一定要做。啊，此处有障碍不能做，别处没有障碍，赶快去做。啊，佛菩萨做不是一个地方，遍法界虚空界。
啊，这个佛世界有障碍，那个佛世界没有障碍。这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这个世间众生排斥佛法，不相信佛法，佛不来了。哎，那个世界人相信，人喜欢，佛就到那里去了。什么时候这个地方众生回头了，想要求佛帮忙，佛又来了。佛不记仇，没怨恨，不是说上一次我来你排斥我，我以后再不来了，那是赌气的话。那是凡夫才有，佛菩萨没有。啊，佛菩萨你真想来，他立刻就来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都要懂得，要好好学习的。故上句啊，愿求佛智慧啊，这一句呢，愿求佛慈悲。啊，所行慈悯心，就学佛的慈悲。悲之病运缘起复菩提啊，菩萨有智有悲啊，有悲没有智救不了众生，有智没有悲不肯救众生啊，必须要悲之圆满，悲之圆融啊，这是真正的菩萨了。啊，这叫圆满，契入菩提。